给你们拿好吃的。我看看，妈妈看看哈。哇，好多哎，是吧？好多好吃的哈。要吃什么？这个是好像是那个化骨鸡腿，可以一口吃完的那种。啊，这个很诱惑哎。可是我觉得不能，他们会，我怕他们打架打起来了。吃鸡肉条吧，这也是已经剪开的，比较容易吃，大块的剪开的。哎呦，老汤最好了，最湿纹了，不会咬到我手。来，刚才给他们吃的就是这种，然后底下那些有一些是我的零食，对，还有那个里面有胡萝卜。有美毛的，高钙的，什么都有，有 cheese 口味的。底下是他们的狗粮，小狗的狗粮。好了，看完吃的，然后现在看看狗狗平时睡觉的地方，跟我来吧。嗯。现在看狗狗的房间啊。来，好，进来。哎，好了，谢谢阿吴，谢谢，给妈妈，手机给妈妈，谢谢。哎。给妈妈，谢谢啊，谢谢阿武。这是狗狗平时那个起居的房间，他们在这里睡觉啊。有时候我也跟他们在这里一起玩，他们有时候的玩具就放在这，然后就各自去拿自己爱玩的东西。悟空这个他女朋友啊，然后这是梧桐啊，哦，这是阿武。哎，阿武，你咬啥？这是悟空的，被咬烂了。对，那个是上次去宠物医院，那个他们送给小悟空的玩具。他平时还挺喜欢的，可宝贝，他都舍不得咬烂，玩了这么久都舍不得咬烂。你咬这个吧，来，你玩这个，玩狗狗，玩这个小狗狗，好不好？嗯，你看，他在笑呢，喜欢你呢，嗯，好吧。哎呀，阿吴，图，张嘴。哎，你看咬烂了，咬了一个洞了。你看小悟空看你了，你看，空空，他咬烂你的狗狗了，你看咬烂了。Oh no！ 来收起来，你还压的，哦，拿回去啊，哦，赶紧拿走了，收起来，哎，一会把它缝上，天，脸都有一个大洞，它平时可爱惜了，舍不得咬烂，你跑去咬阿武的，嗯，报复啊，嗯。好了，坐好，都坐好，你也坐好，坐坐坐坐坐，行。啊，阿武先哈，然后小悟空，啊，小美丽，嘿，好嘞，嘿，好了，吃饱了也玩够了，今天周海媚的萌宠日记就结束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跟镜头拜拜，拜拜。你也拜拜哈。